华民国伫四川成立两个组织，注意哦，毋是一个两个组织，一个叫做，嘛毋是，喏，伊成立行政长官公署，搁一个叫做台湾警部总司令部。台湾警卫总司令部这个单位就是军政府，行政长官公署就是民政府，所以入来台湾以后，伊是照国税法咯，伊没有错哦。入来以后，行政长官公署落尾啊演变，伫1947年二二八发生以后，伫美国的要求之下。这个变作台湾行政府，这是你骗台湾人的。迄个警备总部，后尾又演变，所以伊利用警备总部改良台湾38年，这是全世界上改良的改良。台湾省政府是由行政长官公署演变的，这就是美国政府甲李登辉讲，那你袂当甲我提掉，因为真若提掉，这是违反战争法，美国负担袂起啦。所以美国的军事政府特别入来台湾，什么时阵？我很准时得到的消息是，今年7月7日。AIT 要升旗啊！迄、那个旗啊，要升升两支，一支是升美国国旗，另外一支美国军事台湾占领旗，就是一支。咱头前的正面的旗，这支叫阮做来，不是咱家己做，这是旧年。九月七八，咱要去伫华盛顿 D.C. 举办民政府的手会的时阵，伊甲咱要求，伊讲，恁爱去做美国军事政府台湾占领旗，啊，恁若有做，请你摕20面的旗仔给我。所以咱这个旗仔做了。九月七八九月，咱送伊20面，伊保证7月7日，这个伊也要签名。美国军事政府要伫台湾，搁再开始，伊开始做足侪动作。伊伫旧年，伊伫台南举办“走过必有痕迹”，有无？你有去看无？有啦，好伊。伊毋是干那伫台南哦，台北嘛举行哦，台中嘛举行哦。因为伊搬个军事政府入来，你台湾人拢毋知影，惊一跳。今日咱在座啊，你会知影这个代志，是因为咱有接触。所以美国政府伫这个这段个内底。有四个单位，每一摆透过关系去谈判的内底，人伊有讲一句话，你听我清楚。伊讲 Roger， 我叫 Roger， 今日我就是美国将你的主权，台湾主权交予你，恁有法度组织政府无？咱在座拢知啦，恁有法度。民进党有法度无？我甲讲讲，拢无法。要组织政府，就是用口号来看。政府要组织，上界基本的，若照咱现准时所了解，差不多基本按4000名到5000名的干部。所以今日咱这第一期的干部
就是要替咱民政府培养上届核心的政府的组织人员。阿扁啊，当时汹涌得到正牌，措手不及。伊一当来要安排这四千个哦，我甲你讲，伊就昏天黑地，乌白吹的，啊，结果吹拢吹啥？贪污。啊，我过去甲你支持民进党，遮尔侪钱啊，你爱互我做官？所以你有感觉一点无？咱的组织，有人咧甲咱攻击讲，咱去募款啊，咱敢有募款？无诶。咱含会员，民进党含这个会员收费，咱都不爱收。咱今日的收费是大家交钱呢。家己出钱呢，出钱一个交五千块，啊，咱们有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是后摆永永久久，咱拢会当来使用，所有的会员拢会当来要求要来用这个所在，二月七七甲初八。日本的参议员、甲众议员，要派人来访问咱。是安怎要访问咱？因为去年的六月到七月，有一个六方会谈，就是北韩的六方会谈。六方会谈以后，六月如果过的时阵，美国的代表甲日本的代表讲。讲，这么乱，世界这么乱，干脆，阮将台湾还予你日本，日本人惊一跳嘞，我们不是已经放弃了吗？美国人这个讲，你们哪里有放弃？你们的吉田茂。1972年，你讲一本册叫《The World in Japan》，第137页，我翻译清楚。我们日本当年放弃台湾，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（Right of Sovereignty）。这个 Right of Sovereignty 出在什么地方？万国公法。这个主管有权利，也有义务。后期主管天赋不可废弃的物件，要过一个义务啊。在那秘书亲像，这间厝我纳税金纳未起，我放弃，我不爱去住，我离开。但是我请问各位，这间厝若有欠税金的时阵，政府单位要找谁？找你啊！啊，你讲我已经放弃啊，太迟。按哪里？税金缴不按哪里？这就赶快的意思。所以是按哪每日安保条约包含台湾海峡原因在遮。所以研究台湾的地位啊，不只是你研究战争法、万国公法，也要放到里面。安尼才我都创到足完整。咱现主席这边研究台湾的地位啊，咱的最近是啥物事哦？哈佛大学迄间，即摆迄间嘛有去甲咱联络。迄间坦白讲，真正头脑非常好，但是咱嘛未输伊呢。中国自1994年开始，中央下令成立战争法的研究，由武汉大学。做主主席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参加，一定有结果。1997年、
办世界37个国家的会议，出一本册。恁就的结论和我的结论一模一样，但是伊的册内底，敢若一个部分无写。哎，所以现主席的中国的高层，拢已经知影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啥物事，伊不爱讲尔尔。但是这两年你注意看哦，中国的高转还是歪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伊知影迄无可能。这边呢，钓鱼台每日演习的时阵，你敢知影？美国甲日本演习派几个人？美国派一万人。日本派34000人，日本出动2架航空母舰，一架是2.8吨，2.8吨是比英国较大只，比印度较大只，比西班牙较大只，但是伊的跑道较短，伊跑道较短，伊变来硬，伊讲。甲美国买40架 F-35 垂直起降的战斗机。美国甲日本伫演习的时阵，有邀请中国派九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少将，美国甲伊讲：“我接到这个消息，不是我甲你两段班，是因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。”常常会将这现出时、现上新的军事知识，甲咱沟通，互咱知影。这个九个迄个校长，伊甲讲，伊讲恁中国的武力不是第一名，我美国的武力也不是第一名。遐中国讲，啊那谁是第一名？是外星人吗？到30重机，演运马上甲改，即马无声音。马18架的战斗机已经完成，即马伫楚天天基地。所以美国讲，其实日本的武力比你中国、比我、美国都较强。航空母舰，日本要做6架。你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做几架？29架。中国讲几波啦？甲即摆有无？无半只。有去甲乌拉克买一只。迄只我电台我有讲过。我讲伊迄是要做海上旅馆，2000万美金。买来，安尼伊也当甲改装，讲安尼有航空母舰。最近要去甲英国要搁买一只，英国讲 no， 我袂当买你。伊的航空母舰，我甲各位讲，上紧3年后，伊搁无法度生产了。伊有三大问题：第一，航空母舰迄飞机要降落的时阵，迄速度最紧的啊。迄尾啊，爱用胶的喎，迄个胶的时阵啊，伊无法度做，美国有专利，日本无爱买，英国拢无人买予伊，爱去甲苏联叫伊买米格33，米格33无迄个装备，所以航空母舰的雷达是无同款的哦，伊的雷达显示。今日
你但显示自己的念，但实际上就是一条无定是离开十公里的所在，这是真正的会所。但是伊即马讲有东风二十一导弹，伊无美国，伊美国讲飞弹放落来，不是一粒，一遍放几啊粒，安尼散枪打鸟。伊讲安尼，我就怕你会着啊啦。美国讲无唔着，啊你甲我拍看卖啊。伊若拍，美国讲伊准备十粒原子弹，唔是一摆一粒哦，一摆十粒。伊甲中国讲。你若好胆打无我的航空母舰，知道吗？所以有真多军事方面的局势，配合台湾地位的问题，演变非常的大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土地啊，现主席有五个所在发生问题。第一个南海、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，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啊，伊落尾一家好名叫做新南群岛。西南群岛啊，其实伫一九，确实日记我无啥意见吼，我怪文章内底，美日本的内阁会议。敢若是1603的内阁会议宣布新南群岛归属高雄州、高雄市，非常的清楚伫顶悬啊。过来，南海群岛，第二，台湾甲澎湖，第三，神卡古就是钓鱼群岛、钓鱼海。过来主导，咱发生代志的嘛。过来，北方四岛，这个问题拢是以前日本的领土。讲伊你会记吼，咱的书内底写得真清楚。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。不管你什么人占领，到落尾啊，一定爱赢。啊，若无赢，一定会战争。无必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即帮人，他若强起来，迄一天，绝对甲你赢。啊，我讲你赢一半。咱台湾会发现讲遮尔啊侪问题啊，上届开始研究的。真可惜，不是咱台湾人，是何瑞。哎，今日我老去，伊上届开始发现以后，李登辉我一边2004年我去引导去翠山庄。甲讲，林先生，你是读国际法嘞？我伫日本的名堂读。其实我读迄个国际法，读迄个战争法的部分，是因为无人谈，较好毕业。我无想到讲有路用。啊，有影读战争法嘞吼，无饭好食嘞。啊，无人直接教你战争。啊，所以你顶回嘛，伊甲讲迄句话吼。我相信伊嘛无想讲我着迄个结局，伊名啦蔡英文啦，伫恁顶位当政时阵找十一个欧洲的国际法专家来台湾，恁今物到底台湾有主权啊无？恁就会结论啦，十一个内底啊，六个讲无主权，五个讲有主权，那就无共款。啊，台湾现主席嘛有一寡国际法研究的结果也是共款啦，迄比率差不多哩。啊，有主权啊，无主权。我甲看华人海内底，拢唔知影战争的，袂晓用战争法，袂晓用万国公法。
台湾的地位啊，一定爱用这个法律来夹起来。你内套，你会清楚。所以今日咱这个团体，和美国重视，就是讲，咱有研究。所以我敢讲，咱这个团体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是top ten，上少上少是十名来。即马含美国都爱来向咱无啊，日本嘛要派人来，美国嘛要派人来。所以因若派人来的时阵，咱已经拢甲讲，你爱来带队，带咱的会馆，结束啦。你带咱的会馆，我就要甲你讲。你若不爱带咱的会馆，咱不爱甲伊讲。中华民国外交部，顶顶礼拜开始找我，北美斯本来在日本，我相信啊，自从六方会议以后，日本的外务省已经知影讲，那照正经话来讲，台湾人到今日还不是日本人，所以伫顶顶个月，大阪、东京有足大诶一个游行啊！游行诶标题是啥讲？无证据显示讲日本人、台湾人毋是日本人。即摆开始，我所理解有30间诶杂志社伫连载咱诶文章啊！日本。是安怎奈错误？美国甲讲，你上解大的问题就是英文要翻译做日文的时阵，你们翻译错误。敢那迄个附近发和平了，你是要闽南，敢那方翻译讲放弃，放弃尔尔，放弃有几啊种呢？我这个物件，我买去。但是我若心心情受伤，我搁坐倒转来，迄是放弃，迄嘛是放弃。啊，搁一种，我放弃，我永远无搁坐倒转来，会得慢，我袂搁停。拢，这拢是放弃啊。所以，这个杜勒斯伫写迄个条约的时阵啊，他咪讲足天才啊。伊写到互你全世界所有人去读这个文章的时阵啊。这个条约的时候，你都买去了，个人个人解释，是足够的。咱听人讲，你写条约嘛是足简单的呢。你知影清朝含日本战争以后的马关条约上面写，杜勒斯呢，还因阿公呢，阿美国人呢，阿美国人。你清朝甲日本战争，我比可能你写你条写条约，可见吼，这个条约你写的啦，要按专门的学问。我相信呐，若有机会，咱买单来写。那嘛，即嘛环境比我真好个。但是咱个旅游真好以后，咱要开始就是，照美国的指示。想讲美国的支持，美国当时开始支持。2008年4月17日，高等法院判决，讲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人民还要生活于政治的炼狱。后壁的部分，美国开始照战争法。来处理。最高法院迄个定案，咱个 case 啊，咱台湾所有的媒体拢甲你反映讲，即个定案，甲咱讲驳回，甲咱讲咱输啊。其实伫美国个司法系统内底，你若知影迄个定案，其实叫做啥？待审，等待审理，因
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一年叫150件起来算理，咱叫不到。总有一天，一定咱的案会阁叫出来阁审。但是这个时阵，美国的行政单位还是叫间谍法，叫咱来做。所以，这个案本才会七月千时，叫咱讲，必须华盛顿 DC 设联络处、设办事处，甚至含所在都替咱找好了。我唔捌去，我去和华盛顿 DC 我去佚佗个啊。我今仔知影这边有办公室，咱就有办公室。伊十二个所在有啦，足贵个。啊，落尾咱见遐，咱见上俗个啦，2000块啦，一个月。但2000块有办公室，啊有一个接待室，啊有一个咖啡厅。啊，有一个总机，有人要接电话。咱这迄现主持的出价，敢若我多算2000块。七月初四设立以后，九月初八，伊阁甲咱讲，恁来办酒会啊，啊，互全世界拢知影。所以九月初八，咱伫四季饭店阁办酒会。办酒会哦，英国讲个足简单个呢。啊，咱哦，咱自然是拍开两块个。办酒会免钱嘛，啊开钱啊。咱个酒会办了足成功个。美国人六大家族拢有代表，美国国务院、国防部、司法部、CIA、国家安全会议拢有派代表。有人讲，啊，我若无看，我敢歹势。就是我跟你讲名，你嘛唔知影。美国国务院有叫人提名片，你当有人代表我嘛？你讲你等于提叫叫 Roger。美国国务院派七个，因拢敢对，对因这人去演讲，但拢未对。对了，迄个相片还阁有效。到尾准备办以后。十一月初三咱成立，所以我讲，恁爱有一个参议院，参议院就是现主持咱这参议员，我有迄个公民权利法案，即摆互恁二月初五要伫这个所在召开第一届参议院的会议，要通过迄个公民法案，因为迄个公民法案若通过，咱会发公民身份证。跟居民身份证，这个居民身份证就是美国政府跟咱讲，迄个在 people of Taiwan 里面嘛爱考虑。啊，咱是叫做在 people of Taiwan， 哦，他 on 不台湾。啥啊？爱发身份证，因为因为我选举的时阵。咱嘛有发身份证，迄阵有两个勇士个，咱人大个就知影，林德明、张明杰，去福海岛、去关岛、去闯关，表示讲咱这个身份证、咱这个护照是完全合法，所以因两个人才无会抓关。啊，因两个人互抓关吼，我听无食。啊，我甲各位讲。唯一袂老火，台湾人组织家己的政府，就是法律。你会记落清楚。有几啊摆，我有机会甲 CIA、甲国家安全会去讲的时阵，我甲中华民国会敢干扰无？会敢抓无？上无有5届以上，伊甲讲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
我已经甲中华民国当局讲，这个团体是用法律、用国际法伫进行的，什么人都袂当介入。但是，四六月十月三十，伫汉人岛讲，甲中国讲，台湾的问题爱用国际法来处理。这个讲，这个在。蔡英国哦，伊中国的迄个国务的委员，伊讲哦，国际法是你资本主义国家所定的啦，我不爱遵守。但是十一月初啦，希腊会伫新雪梨啊，搁较呛呛。你中国爱有这个实力，你才能讲应该讲的话。意思讲，美国要用国际法来处理台湾的问题，今日时间啊。我这边看看一下，看过了，我这边看一下，坐下。